来点精彩的了。他要开始，他压到现在才讲。事情哎，我关键字都快出来了，有吗？我们还不是守卫官？不是，我看新闻写的，他连割包皮都要业配耶。割包皮有什么业配啊？哦，对对对，当他说我为什么要割包皮，我说那个业配要割啊。业配，你是说那个医院找你去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有给你钱吗？有，多少？你自己拿到？不能讲，都逼掉啊。你自己已经分完，然后又拿到？没有，自己实拿，实拿，实拿。然后就割包皮，那很值得啊！真的割吗？可是真的割，那个可是那个一个月很痛啊，一个月复原期好痛啊！可是你又不用拍，因为你又你不割也没有人知道啊。我要拍，我拍啦！他要拍，他还把那个割下来的皮套在手上当戒指，那个像假的，好痛哦！像国际新闻一样啊！对，我第一次来这边也是在聊包皮的事情。而且为什么他知道你包皮过长？我没有过长啊。他是病人说你要不要割？我们这边像剪头发一样，可以帮你修一个更好看的型。那个人修头发谁看呐？你告诉我谁看你那边？都是我包皮要割是因为它过长吧？对啊，我没有过长，他是说帮你修。你没有过长，你还硬割哦？对啊。那你这样不是整个外露吗？为了钱呐，整个病哇好大啊！什么啊？整个视觉效果，因为就没有东西包覆它啦。它现在整个都出来啦。你这样会不会很容易感染或什么的？不会啊，就很好洗干净啊，很像美国人的这个吉拿棒，那蛮细的耶，天哪，吉拿棒很细耶。我怎么会形容那个 chicken， 美国人的 chicken 呢？就整个耶，我亮相了。你确定业配商找你这样讲吗？可是通常好像都是说那个卫教就是要这样会比较卫生，对，是比较卫生。可是如果他没有到过程的话，其实哦。剪不剪都 OK， 他就真的是为了钱，他真的是就是这样讲呢，修行呢，帮你修一个好看的型，修行，真的。所以那你需要拍那个特写，然后 PO 在哪里吗？哎，没有，但是一定都是马赛克啊，不可能去让你真的这个小兄弟在外面这样露出，还是你可以试给我们展示一下，展示，嗯，特写，对啊，来音乐，展示走个秀吧，走个秀吧，展示啊。就走个秀啊！走秀，我看上面。干嘛？你看这个什么手影男啊？我们乱 Q 的啦。所以我就说你干嘛休息？你又看不出来。是自己看得开心啊。是自己看得开心而已啊。对对对，心灵玛丽啊。OK 的。心灵的力量。好，目前为止听下来。还是马国贤第一名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Video 线上收看《小姐不惜地》。